我是乔贤，担任就行销活动专员。叫 Tony， 然后是在台北电影节的行销组。我叫 Judy， 我是活动专员泽兰。我叫曼星，做现场执行。好，我叫佘启明。我是统生，一些行政业务、活动的筹划，跟我的组员沟通啊，讲一些他们好像听不懂的事，但其实就是默默给他们压力，逼他们产出更好的东西。我负责就是一些赞助品牌协调的事宜，然后业业合作。想活动，写活动，办活动。冷气可以多一点。厨房空间吧。亲爱的初恋，很甜蜜感人。我想不起来。是奇幻的猎人之夜。相爱相亲。日常对话。失魂。大佛普拉斯。大佛普拉斯。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最困难的部分也是最好玩的部分，就是它其实还是有很多限制，不管是资源的不足、资金的不足，但本来做什么事就是有限制，就会有更好的结果。累得跟狗一样。台北电影节的泳池放映。去年的游泳池放映。年轻，有朝气，活泼，热情，活力，有冲劲，大胆，开放，创新。二十二十二十。这边也有水果，要不要吃？我现在不方便吃。不好意思，吃水果啦。不好意思。那我想吃。